这个急救吧。我们是越南美食嘛，今天呢，我们来啊农田里面烤肉和烤啊猪肉、鸡肉和猪肉嘛。小凡啊，你还记得去年的时间吗？记得。这里嘛，以前呢，我和小凡和俊哥是来这里烤啊香肠的。是啊。小竹呢，他来晚一点，但是我还也记得第一你的视频的。这季啊是讲吃肉，来现在我们呢、啊、来农田烤肉吃嘛，因为天气有点冷了。今天呢，来你们把这种来吧。今天嘛，俊哥呢忙了，小花他也忙了，他要去干活啊。今天呢、啊，只有我们三个人做美食的，我们在农田做，来，来。小猪，来看一下，你那么可爱啊！不是啊，这是什么？这里它叫兔子。我们一起啊烧火，然后做。今天就是啊，回忆到啊去年的时候嘛，哎，第一的视频我们就是来这里烤肉吃的。小凡啊，小凡，时间过真快啊！是啊。一年了。对，都一年了。三岁。快一年了。龙，飞哥老了，一岁。老了一岁，小凡老了一岁。不是啊。小竹也老了一岁，所以都。是我们是长大。龙了。我 M 龙才五岁。我还没结婚呢。可是你老了。老了。小凡，你去哪里了？看不到你了。我也看不到你，只看到小猪的。你们后面有牛啊，水牛啊？像牛。那谁？小猪今天姓牛了，你啊，看一下。你叫就像了。来来来。好孤单啊，好可爱啊。好孤单。哎，我妈妈在这边种蔬菜的，你们看到吗？哎，在那边种蔬菜的。一会我叫妈妈过来跟我们一起吃的。哎，还在种。哎，妈妈跟你们打个招呼呢。快熟了吗？两个美女。这牛啊。哈哈，还没烤呢。这个快熟了。这个快熟了，这个是什么？哎，这个头牛啊，好大，你们看，呜、哦，你，给它吃看它吃不吃，你，小凡呢，他今天他吃猪肉，我们吃鸡肉，因为他吃鸡肉不了的今天呢，所以呢，猪肉我和小。猪吃鸡肉和我妈妈嘛，下一回啊，我们再放调料的。有什么？小猪姑娘。有什么？这是辣椒，这是啊，很多种的大蒜呢，葱呢，还有啊，花生。啊，不是生姜。哎，我们都准备好了吧？现在我们呢、啊，准备烤。小猪呢，它是烤啊鸡肉，小凡是烤猪肉。哎，一会给我们吃猪肉吗？小凡给啊。那你吃鸡肉吗？不吃。小猪你呢？什么都吃。我也一样的。猪肉小凡是最好吃。好久了，我们没有吃烤鸡肉的是吗？对，好久了。现在我们呢、啊，三个人一起坐在这里啊，边烤边谈，谈以前我们是这样的
烤肉吃的。你看这个肉能烤啊？熟吗？也可以熟的，能的。你看，慢慢烤。kiểu đi nướng lúc nào cũng mặt lại về chờ đợi nhỉ. Sao chú? Nên chơi chứ biến cân mà, chơi nạp biến cân mà. Thay rửa. À, khăn thì ta liền mà. Tao húng là sẽ háo khở ai à? Húng là, sẽ ta liền tao húng là. Ờ, sẽ phấn cho khở ai là. Khăn hủa khở ai mà. Ủa tao hẳn húng đó. Ủa húng mà. Ủa húng mà, sao chú? À. Xú là, sao chú, sao phấn? Hai mấy xú.这是你的鸡肉啊，小猪。我们的鸡肉。嗯，在我们要加油的。好热啊。加一点油，要不然它会黑的。好热的。哎呦，这个烤猪肉啊，好香啊。我们鸡肉也香。对。这个吃这个。这个还不熟。没安。八个。小猪啊，看我们的鸡和看小凡的猪肉，好吃。饿了吗？流口水了。给我一个。吃吧。嗯，小安迪，他给我们吃的，吃嘛，不要害羞。害羞啊。不要。我们的还没熟啊。等一下，我们就熟了吧？啊，这个快熟了。等熟了一起吃。嗯，等熟了一起吃。OK， 那也好。香吗，小芬？香。哎呦，这个肉啊，好长啊，好多啊。爽。爽爽。小猪他还害羞的，因为呢？不是，我不害羞啊。耶。是我在。在等鸡。等鸡啊。耶，不是，你在害羞的。我不害羞。尝一下小芬烤的。吃吗？吃吧。给你吃吧，我不吃。不吃，给那给粉丝吃。我陪粉丝吃。安坐。嗯。你去安迪。那、啊。来。给你嗯，给我一个。叫安迪连海。OK， 谢谢小粉。熟了。小粉，他饿了吧？所以呢，他就这猪肉快完了。现在才到我们的鸡肉。香了。对，把锯就边我们一起开肉吃嘛，小凡啊，以前我们也是用啊这个香蕉叶锯呢，还记得吗？记不得。嗯，今天也一样的，哇，真快！但是今天没有小恒和俊哥了。有我啊。有你。小猪呢？他非常喜欢吃鸡的。浓。好烫。哎呀。哦，你们看，小花呢？我也叫他来了，他来不了的。明天吧，等明天叫他拍视频吧。今天他要去干活的，帮还要帮妈妈、爸爸嘛，还帮父母嘛。可能是种菠萝。菠萝？嗯，菠萝。我家不种。哇。哇，你吃腿吗？塞了论，哎，是你的现在。能啊，好烫啊，好烫。对，好烫。能快。想吃吗？想吃，但是不能吃是吗？吃一点。吃一点还可以。小猪呢？吃这个。今天才是啊，美食的。给炸你啦！给炸也没干。疼啊！哦，软。吃跟鸡蛋。真爽，小猪，今天一只鸡，我和你。非常爽。对，呜、哦，快烧鱼了。来，快吃。快吃。小芬吃一点也行嘛，鸡肉啊。你的手怎么？不怕嘛？味道怎么样啊？很好吃的，好吃，给我
来烧呀。甜甜，嗯，甜甜，哇，里面看里面，哇，这个是最好吃，香啊，哦，这样，哇，嗯，还没有完的，铁皮啊，润，小番薯，就。这个是最后了，不吃了。那个鸡肉，嗯，吃猪肉。如果天天都这样吃，喜欢吗？喜欢。我不喜欢的，减肥不了。不要减肥。不怕嘛，小初恋，他不怕了，因为就也不胖。你们看嘛，从他刚他跟我们拍视频嘛，从那个刚开始到现在的也没有胖。现在45，以前是46，不是，也是。45到46，现在是44，45，嗯，哦，那不长胖。那小芬呢？胖了，长了几公斤？不知道。这个鸡翅膀，哇，你们呢？我吃这个皮吧。哪有？哎，吃这个皮。嗯，你们小芬感觉今天怎么样啊？开心。想到那个以前的时候是吗？来这里啊，天气也冷，嗯，也有啊，美食也有肉吃。以前是吃啊，吃什么？香肠。嗯，大家记得以前第一的视频是吃香肠。那小厨呢？还记得吗？第一的视频。去哪里？市场，那个路边的市场的小市场。嗯，对，就水肠。对，他们都还记得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也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拜拜。拜拜。啊，我的孙子也过来，跟我们去，过来，没得em来đây đi。bây giờ đi học à tham ơn chuẩn bị truy sang cơ rồi treo cô lại tao lại quản là đây nhanh lên tham ơn lại quản là mình tao chứ tao sẽ chi hải đầu hình tua rồi xem chưa xem thì à thì xem xẻo hải rồi hình xem你是小孩，小孩，ngon không? ngồi đấy sẽ ăn đi, sẽ ăn đi. Em mới là trẻ con này, cái đuôi như đúng rồi. Xẻo hái, chưa trái sữa xẻo hái được. Tôi là trẻ trâu. Chưa bà, chưa tao sửa được chuẩn sự. Có ngon không? Ngon không? Có. Có à? To thế. Tao sửa nhiều, hấn hảo chưa được. Ta sửa.像我了，我也大说，大吃大说大喝，热带去洗手了吗？去啊，你热带的，啊，洗了。热带啊，热啊，真多钱，你来呀？都上了，快点来，ngon không？他是很喜欢吃肉嘛？哎呦，小芬！饱了，两个朋友都饱了。好了，他们都吃饱了，拜拜。你好，你好，你。
哎，下来呢，他们都要上课了，那么快，哎，刚好我们在这里考，拜拜。